boy 啊 ，boy， boy 啊 ，boy， 该起床了 ，boy。啊，你很烦啊！起床啦 ，boy 啊。好了，妈妈准备饭了，才叫你啊 ，boy。阿伯呀，快来吃饭了，伯。阿伯呀，毛巾不要乱丢啦，去放在冲凉房了，伯。哎呀，哎呀。伯，不希望你和我一起吃饭了，伯。boy， 阿 boy， 你不吃饭啊？每天都是这些，你不嫌我嫌啊？不要，我要朋友。哎呀！我这点太难整到水了，死！人家转你旁边都是水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听我吗？这样你会输是九点输二十的嘛？你也早知道不哦，他两点半了，都是一点钟。喂，有谁哟？你打呀？没有啦，我妈妈啦，烦啊，真是。刚才被我气吵不着啊，现在 call 我叫我起来。就睡了还要他管？是啊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妈也是这样子的嘛，不懂我们在想什么。哎呀，天下妈妈都是这样子的啦。哎，杰森，妈妈，你妈怎么样啊？我是妈妈，我是过来吗 ？Sorry， 没听你讲过。没有问的。我从小到大都是自己一个人起来。饭，是一个人洗衣服，然后都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嘛。我啊，我没有试过跟妈妈一起那种感觉了，我没试过了，跟我那种 feel 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有机会有妈妈的话，我会好好珍惜我妈妈。烦啊！阿伯呀，毛巾不要乱丢啦，去放在冲凉房了，伯。哎呀，哎呀。伯，不希望你和我一起吃饭了，伯。每天都是这些，你不嫌我嫌啊？不要，我要朋友。